4月17号，为了发放3000万粉丝福利，张艺兴也是一大早上线，给 XBank 们送上了一份男友视角的视频聊天大礼。素颜出镜表白粉丝的艺兴，情话十级，百分百撩人。谢谢你一直都在，然后一直喜欢我。在这里还是想对你说，我真的很需要你，需要你，需要你，需要你。直播这个事情我记下了，三胎出来以后解锁。这么宠溺的语气真的是让人受不住呀，粉丝们也表示这就是心动的感觉。猛了新闻，快别睡了，快来和艺兴哥哥道个早安扣吧，巴当。